好了，主播可以看到台中都会原路满地油污，由国军铺上木屑紧急善后，并实施交通管制。这是发生在清晨5:30左右，台中平顶营区战车操演的意外状况。有战车疑似漏油，两线道顿时缩减为一线道。国防弟兄赶忙清理，来看看现场情形。有点小漏油，我们现在清理。漏油啊？对，我们要清理。哦，所以不是车子？不是。是因为我们战车从营区出来有争取，然后就是可能在发过程中稍微一点漏油啊。对啊，我们这样过来清理。哦，啊，车子已经移走了，移走了。那么这个时机点不免让人联想到最近长青17号操演7天6夜正在进行中，云豹装甲车一步步上路，直接战术机动演练，震撼许多民众。不过国军实军团表示，在台中的战车漏油事件与长青操演无关，目前仍在厘清当中，所幸现在已经排除状况。那么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，将时间镜头交还棚内。我是肖慧文，您的生活日常从每天收看中视新闻开始，中视新闻陪您度过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。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